家讲一下，我们绝地求生案今天会让大家都有机会抽 Switch 还有 PS5， 怎么抽嘞？很简单，噔，主持人左手边这边有一个绝地求生的关卡，今天呢我们就要化身这个真实的哇战士哦，去挑战四的关卡，只要你过四关就可以抽 Switch。 那第五关怎么抽嘞？第五关呢可以得到 PS5， 只要你的段位是铂金以上，铂金以上就可以抽 PS5。 哎，电玩展有四天，回家赶快疯狂的练功哦，就赶快来这边参加抽奖了，反正展期之间都有效啦。好了，那废话不多说，台下有没有我们实况组的粉丝，我们超负荷跟冠伟的粉丝举手，我看一下。哇，非常的好，都已经来到了现场。好的，那我们首先先掌声欢迎我们的冠伟，掌声欢迎。Hello， 这边请。来，冠伟先跟各位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，我们前进两步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冠伟，欢迎来到绝地求生的摊位。耶、yeah, ，欢迎冠伟。好，那各位观众朋友，热情的掌声给我们的超负荷，掌声欢迎。来，超负荷跟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。好，大家好。好，非常好。哎，我以为超负荷会话比较很多哈，就是让人家哎有种超过负荷的感觉。还好，平常没有，比较害羞啦。我最近，我、哦、看不出来，而且我发现哦，两个人都真的是非常的帅气。你们两个是亲兄弟吗？有一点，有一点，因为我比他高很多。高很多，我看一下，这个很多是两公分吗？没有，他有垫鞋垫啊。来到展场要垫一下鞋垫，帅一波有没有？哎，那你有偷垫吗？老实说，没有，完全没有。真实的身高就是了。好，那你们两个玩我们绝地求生爱玩多久啦？我玩一年了。玩一年了，哎呦，那应该很猛哦。蛮猛的，下次一起玩。好啊 ，OK。哇，我是专门职业抱大腿的那个。哎，可是真的超好玩的。爸爸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你觉得绝地求生案最好玩的地方是什么？应该是有不同的队友吧。我之前就有遇到一个小我10岁的弟弟，他的话比我还多，很厉害。还小你10岁，你不是才19岁？对啊，他大概就10岁、11岁啊。哇，然后还会指挥你要怎么做。对，他带我打，那是最厉害的。太猛了，这小孩真是不可小看。那我们超负荷的玩多久了？玩应该有3年了吧？哦，3年了，哇，那这应该是更厉害、更 carry 的。感觉就是有很多模式，比如说什么奥数啊，也有合作，技术也现在也有合作，对啊，嗯、很多很多元啊，基本上这样。觉得，那你觉得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因为模式很多。对啊，玩不腻啊，你可以一直玩。真的玩不腻。那我想偷偷请教一下超负荷、哦、你既然玩了3年了，有没有？那你一定有很多吃鸡的秘方秘诀要分享给大家，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好不好？还是那是你们商业机密？吃鸡的秘诀就是跳边边，然后用滚的滚进去啊，慢慢跳边边用滚的滚进去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有没有可能有些玩家是新手，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？就不要跟人家拼枪就对了。哦，不要硬杠就对了。哎，那我想私人问个问题，因为我现在也成为了绝地求生 N 的、哦、超疯的玩家，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我有时候被枪打，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枪哪来的、啊、我要怎么判断那个枪是从哪打到我的，有什么方法？比方说找一些眼力物啊，要找人帮你开直播。我找人帮我开直播。我觉得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啊。好，那我访问一下冠伟，昨天有看你的 IG 看了一下，为什么你 IG 柴犬的照片比你本人的照片多？应该我的粉丝都比较喜欢我家的狗，没有很喜欢我。对，好是吗？不会啊，我们冠伟本人也是很可爱。哦、那等一下可以多一张跟你的合照。好 ，OK， 说对了 ，OK， 好。那我们超负荷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在玩绝地求生的时候啊，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或特别有趣的经验跟大家分享？特别有趣的吗？绝地求生游戏本身就很有趣了。哦，真的。嗯，然后
你会遇到很多就是不一样国家的人啊，然后我之前有跟香香一起玩，就另外一个女性矿主，她就被其他国家的男生调戏啊，就没有啦，就还蛮有趣的，他们就一直跟她讲英文，但我们英文都很烂，好，然后都全程听不懂这样啊，对，那你们怎么回复外国的玩家？香香就直接骂他们两个，哇，这么猛，这么猛。那就比方说在像我自己因为是新手嘛，虽然很好玩，但我因为我刚玩不久，我觉得我发生过一个有趣的事情，是因为我不知道有这个背负系统，可以把人背在肩膀上，然后我把一个人击倒之后，我就冲过去要补他两枪，结果把他背在背上，不止背在肩膀上，我整个不知道怎么办，然后背着他到处走，这样子就还蛮好笑的。那不知道超夫后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，比方说不小心雷的操作之类的趣事可以分享给大家？不太可能啊，因为我是这个新这个专业的，对啊，队友倒了，我是一定把他拉起来。对，就是他会问我真的要那个吗？我会帮他弄的，对啊。他说拿着帮我拉我，对啊。了解，真的专业的就是不一样哦。哎，那我想问一下哦，就是你们有没有最喜欢的武器？最喜欢的武器吗？其实都难是啊。哦。我没有，我没有特别喜欢的。捡到什么就用什么。对，捡到什么就用什么。哎，我每把枪都很厉害。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每一把枪都很厉害。好了，那当然，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两位呢，非常帅气呢，又非常有技术的实况族超负荷跟冠伟，一定要跟现场的观众朋友来互动一下。接下来要进行到的是我们的实况组金头脑时间，我这边呢会出跟绝地求生 N 有关的问题，那我请呢两位实况组轮流帮我选观众来回答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们。好，那第一题我请超负荷先帮我选观众，然后我也请超负荷帮我拿观众给不拿观众给麦，拿麦给观众，拿麦给观众啊，让观众可以跟你互动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哦。第一题来了，哇，这题非常简单，送分。请问医疗用品有哪三种？来，三二一，再举手哦。来，手都先准备好。举手的小诀窍先教大家一下哦，首先放在这个耳朵旁边，假装在抠耳朵啊，在这个烧耳屎啊什么的。好了，倒数三二一，再举手啊，三二一，来，超负荷哪一位？那个红色好吗？好，红色的帅哥，勤洗手，酒精，口罩。不好意思啊，刚那位观众朋友，这他也是啊，防疫典范呢、啊。他回答的也是对，但他回答的是针对啊，COVID-19 要怎么防疫，怎么急救？他回答勤洗手、酒精跟口罩啊。但我们的问题是在《绝地求生 N》里面有哪些医疗用品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哦。不过他的防疫观念超好的，我也很佩服哦。哎，不过哦，我们游戏里面好像没有酒精哦，没有吧？对不对？有口罩啊，有啦，服装有口罩。好啦，那为了鼓励他，还是送他一个口罩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再选一个，要倒数三二一，来超负荷。我看到我自己 Google 一下，因为我本身是打 CSGO 的，比较打亚军打，就之前，但是今天来小凤比赛，然后应该是我急救包吧，然后还有一些用 Red Bull 代言那种合作用的饮料，可以补血的，然后它是有六种，大家查过有医疗包嘛，急救包嘛，然后那种只有六种嘛，我去查的，然后 Google 的，对，有点详细，太详细了呀。大家早点听完吃鸡腿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他讲的也很好啊，非常相信，给他一个口罩。他本身是我们绝地求生类的玩家，是我们超负荷冠伟的粉丝吗？哦，为了他们来的，是不是？太帅了！那待会。
会不要走开，待会你有机会呢跟他们近距离合照。我希望，我希望。好，但愿但愿。非常的好。那你们有跟一起玩过吃鸡吗？没有。没有。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哦，被他们圈粉了是不是？有看到本人这么帅，就我也圈粉了，帅到分手，还没在一起怎么分手？好，下一题，那我请冠伟帮我挑，好不好？然后可以如果想要聊天互动都可以直接跟他们聊天这样。好，下一题是游戏创角发色有几种？我先给你们十秒钟查一下游戏创角发色有几种。我还特别去染了我跟我游戏里面的角色一样的发色，为了这个绝地求生也染了。我本来想说我要不要一边也剃掉好了，想算了，好像有点太阳刚了。好了，都查好了没？那三二一再举手了，来三好吧，冠伟，开始啊，已经来，正确答案是十种，二十种，